以前如果講過問你今日飲咗未啊？但係而家我哋見面，哎，對唔住，我哋冇得見面，只能夠透過信息，透過網上面去彼此問候。唔知會唔會問你今日中咗未啊？從電視上面見到受感染人數不斷咁攀升，我哋同樣都見到政府嘅政策上面令到我哋受到好多不必要嘅苦楚，幾個鐘頭嘅排隊，病人得唔到適當嘅照顧，正係因為好多嘅信息上嘅錯誤或者唔清楚，引致到我哋信心出現咗危機。究竟如果我哋中咗招，會唔會要被關閉去要踎嘅廁所，毫無私隱嘅一個空間，同埋一啲唔認識嘅人住在一啲嘅方艙醫院裏邊咧？正係因為呢種嘅種種嘅恐懼，令到我哋信心帶嚟咗一個危機。從危機從我哋搶購食物呢個現象裏邊開始咗，我哋好憂慮，究竟呢啲事幾時會發生到自己嘅身上？所以喺呢個世代，我哋面對緊前所未有嘅一個疫症嘅一種嘅侵襲，但係我哋嘅內心深處又如何呢？其實我哋嘅現在嘅焦點可能係香港嗰個疫情，但係環顧世界，我哋都面對緊戰爭嘅嗰種嘅風聲越嚟越近，亦都甚至已經發生咗喺烏克蘭個地方。似乎冇公義，冇和平，但我哋嘅內心嘅深處，如何能夠喺呢個動盪不堪嘅日子當中，如何能夠去經歷神嘅恩典，將我哋嘅內心嘅深處嗰種平安，透過我哋嘅生活上邊能夠表達出嚟咧？主耶穌同佢哋門徒講：我還與你們在一起嘅時候，已經對你們說了這些事，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嘅名所要差來嘅聖靈，他要把一切嘅事教導你們，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。三位一體的真神，聖靈保惠師差到我們當中，而其中一個很重要 的工作，就是讓我們想起耶穌跟我們講的一切的說話。耶穌跟門徒說：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的平安，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，你們心裡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過，我去了還要回到你們這裡來，你們若愛我，就會因我到父那裡去而喜樂，因為父比我大。希望聖靈匿在裏面提醒我們，主耶穌留下平安給我們，祂已經將平安賜了給我們，而這個平安不像世人這樣，他提醒我們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所以聖靈來是幫助讓我們能夠去思想翻耶穌基督同我哋講嘅説話，佢已經留下平安俾我哋，而且佢亦都主耶穌都講留下一個應許：我去了，還要回到你們這裡來。有兩個層面，第一個層面就係三位一體嘅真神聖靈已經在我哋嘅心中，聖靈賜下平安俾我哋。第二個層面就是主耶穌會再回來，他會第二次回來去審判活人死人。
所以喺呢個動盪嘅日子，求聖靈幫助我哋，讓我哋能夠將我哋嘅心、我哋嘅焦點，包括咗我哋思想嘅焦點、心靈嘅焦點、靈性嘅焦點，注目喺耶穌身上，因為耶穌係嗰位賜下平安嗰位主。離開咗主耶穌，我哋就不能做什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間我哋會唱兩首嘅詩歌，讓我哋學習去操練，將我哋心靈上邊心思意念專注喺已經住在我哋內心深處嘅聖靈，讓我哋已經住在我哋嘅心靈當中嘅聖靈，去支取從佢而嚟嘅嗰份嘅平安，嗰份嘅喜樂。讓我哋一同去唱呢首嘅詩歌。Thank you.
俗世事情显虚空不言，俗世事。